城门呢可以慢慢走进去，城门全长4.6公里的。好，出发这个城门就离开那个回北克古城，去进入那个回北克市的范围以内。咁啊，而家離開咗古城區啦，離開咗嗰個嘅城市。今天還算是到，還沒到那個很熱的日子啊，是說6月、7月，所以到現在還是比較不會說很熱鬧這一種的感覺。Sorry。好，现在我们到那个沙城去了啊。那沙城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日常生活的所需要的啊，包括那个商业啦，或者一些活动啦，这样子会有。咁而家落咗嚟呢个叫下城区，下城区咧就系当地居民嘅日常生活嘅好多时候。